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冠军队的成员们登场。他是能一把举起200多公斤的中国力士，200公斤相当于能同时举起白鹿、周深、baby 加蔡徐坤。哇哇，好的，漂亮，吴晓军创造了世界纪录。他是独孤求败的举重纪录保持者，是被赛事裁判要签名的举坛神话。是我来。他是背肌夹万物的引领者，他可以夹到纸。是在全世界都拥有万千追随者的不老军神，他就是伦敦、里约、东京三届奥运会举重冠军吕晓军。这个要不你先拿着，我试试。你好像本人比那里瘦了。最近现在别跟人套近乎，减脂啊是吗？对，减点减脂控制。你好像认识人家似的，咱回来好不好？我想问一下，真的这个最重的重量可以举起至少他们四位的体重的总和吗？最重的啊，最重的差不多210。你别看我，我没210，420斤，210公斤。妈呀！有请下一位冠军队成员登场。啊！快拿拿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！获得金牌的是中国选手徐梦桃，她是自由式滑雪天花板。中国女子空中技巧第一人，世界最高难度动作最高分保持者，邓国弟站住了，他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。他坚持滑雪运动24年，4站奥运，终于在今年圆梦北京。31岁的徐梦桃终于完成了自己20岁的梦想，他拿金牌之后可感人了。他就是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冠军徐梦桃。